病又良，极度好驾驭的，算比较修身休闲款的缎面洋装，颜色超美，就是我很喜欢的砖橘色。胸的这里剪裁做的超棒的，就是很挺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们很像车了一件小晚礼服的上胸，屁股的部分更加舒适。好，完全可以转动，单点开叉，它也不会太高太短。今天要分上尺寸给大家了，然后肩带是可以自己被调整的哦，肩带可以自己被调整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缎面呢、啊、是非常，我觉得比较那种低调的那种款式，这边完全就是非常的修饰，空间一样是非常的足够的，胯宽的位置也完全不会显现出来，完美的包覆在里面。张子居然给我时髦带着走。